我们这期节目非常有意思，跟花有关。我今天有备而来，准备给大家在这儿布置一场花宴，用三种花做一道主菜。已经很想吃一口了啊！这个菜经常做，都一年四季都能做。茉莉花炒牛肉丝，茉莉花是属于全国各地都有的一种花，您自己回家都可以做。这牛肉一不小心就容易炒老了。我跟你说几个步骤，以后你就解决这个问题了。这个包花我人生还是第一次。来，第一步是右手拿花，然后把纸折起来，折起来，然后把花压到上面。您稍等哈，我这个是初学者，这是开始第二章吗？对，这个速度真快。您这个呀，自己先慢慢体会着啊，我这边可是要好了啊。哎，我这应该也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哎，嚯，这我还没来呢，二位就忙活上了啊。哎、欢迎您。嘿，这这，哎，您看，这来了就不一般啊。我这是人参包的第一束花。哎，谢谢谢谢。你看我这个还行吧？哎，还真不错啊。你看。人生第一回，你看，哎，有人给包花，感觉还挺好的啊。首先您做个自我介绍，我们认识一下，好不好？您好，我叫那个严小曼，经营一家鲜花店。哦。然后平时呢，比较喜欢做饭。这王大厨是我们老熟人了，云南人，我叫王云飞。来，咱们把这鲜花放在旁边哈。花啊，过去有很多这个古语哈，这个送人玫瑰，首次留香。今天这个二位是不是把这个花寓意跟我们这个做菜有关系呢？我今天有备而来，准备给大家在这儿布置一场花宴。花宴，对，这花宴还真是第一次听哈。要不说有备而来吗？所以您把那个有什么准备？我稍等啊，哎，把这个被子拿出来啊。好嘞，我提前准备了一些跟鲜花有关的食物。哎呀，一想哈，跟鲜花有关就很鲜艳，哇，很漂亮哈。这个有凉菜，对，然后有这个甜的这个甜桂花酱，哦，这是桂花酱。这一碗是什么？这个是菊花酒。哎呀哎呀，这个菜太好了，这么着，要不然我先掰一块尝。不行不行，稍等稍等稍等，还有一道主菜没有上呢。许看不许吃。接下来呢，我准备用三种花做了一道主菜。我还准备看看它这个鲜花饼跟我们云南的比有什么不一样哈，看来还得等一下。这个大伙都知道哈，这个很多美丽的鲜花呢是许看不许采。今天呢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这个美丽的食盒里的美味呢，我们先看一看，一会儿这个等美宴做好之后我们再尝哈。好，那今天咱们做这道叫什么菜？菊花虾仁。菊花虾仁，对。好，那咱们就边做边说。首先我们准备虾仁。虾仁呢我们一般选用那个海虾，把那个虾肉腌制一下，调调底味。对，调一下底味，顺便去一下那个水分嘛。在这儿呢我需要和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腌制虾仁的时候呢，不要放那个料酒，一会儿我们需要用淀粉把它裹一下，到时候淀粉会把那个料酒裹到虾仁里边，它挥发不出来，虾仁不会那么滑。哎，对。哎，王大厨你看哈，我们这个搅拌的时候只用了盐啊，而且呢不建议用料酒，但是我会认为这个虾它会不会一会儿有腥味儿。我们一般做这个虾也不放料酒，也不放料酒，它确实，它这个料酒那个味道出不来，因为你进口以后就有一股料酒味儿。那我们用那个淀粉呢，把这虾仁滚一下，好，抓匀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对。今天我也学习学习，回去我也做一下。所以今天王大厨来呢很有必要哈，您王大厨呢经常会做一些跟鲜花搭配的菜肴，没错。所以今天呢也看看这个我们小曼怎么把这个菜做好。对。好了。首先我们准备第一种花，然后入菜，炸荷花。我们用那个面粉裹一下，然后过油炸一下。行，那王大厨您咱准备个盘子哈，一个盆是吧？对。好，这个我头一回听说要拿这个油炸荷花的花瓣，这是那个鲁菜中的一种，在山东济南那边特别流行。小曼，你为什么喜欢拿这个鲜花做菜呢？我不是开花店吗，然后平时呢那个也喜欢做饭，有时候呢就想着把那个鲜花呢放到这个菜里面，然后就翻阅了一些那个资料嘛，显示那个鲜花可以入菜，所以我就学着做了一些，口感还挺好的，得到那个朋友们的好评。就是朋友们一夸，马上呢就觉着，哎，这个办法特别好，对，一定要多用。有一些鲜花比较适合做菜，对，当然了，也不是说所有鲜花都适合做菜的，仙人掌它就没有做菜的，好，它容易扎着，哈哈，您说是不是？我说不是，怎么？因为你不懂，哎，仙人掌呢，你是说带刺儿？
它不能做菜，它扎到你。但是我们把刺儿去掉，它就可以做菜。好了，然后咱们这可以了哈，该炸了是吧？好，这锅稍微烧热一点，给你倒点油。完了，图像像不像炸鲜花的油温是不是也要有说法？油温一定不能高了，不能太高了。对，不能高也不能太低，太高的话一会儿它就糊了。哦，哎，大伙儿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没有啊？就是粉色的花瓣入锅以后呢，马上就变成紫色了哈、啊。这个可能是根据它的这个物理原理哈、啊。具体是物理原理呢，大家请翻考物理书的第75页。哪本物理书呢？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没看过。啊、这个炸好的荷花瓣打个底。好。然后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菜中的第一种鲜花。我们拿这个荷花呢做一个托，这个荷花呢我们就炸制好了哈、啊，看上去呢非常漂亮，跟我们之前入锅前的完全。不一样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个虾仁炸一下。这个炸虾仁，这个油温是不是也要重一点？嗯，对，油温一定刚开始下锅不能高了。嗯，咱们一个一个下，翻一下。这个虾仁呢，我们炸到变色就可以了。嗯，然后捞出，我们再用就行了。好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第二种花，菊花，给那个菊花花瓣勾芡一下，一会儿呢炒出它那个香味儿。您看，我们刚才啊用过上户，经过炸制，现在呢我们要经过勾芡，其实都是为了最好的保护这个鲜花的鲜的味道。这个是您之前带过来的吗？对，这就是您店里的这个菊花。对，店里的。哎，小曼，我看你正摘一些菊花准备入菜哈，这个菊花入菜有讲究吗？屈原的《离骚》里面不是写过吗？朝饮木兰坠露歇，西餐秋菊之落英。这个我考考王大厨，您有没有这个见解？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哦，哎，我也知道一个啊，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哎，这说明这意境啊。所以看来这个菊花入菜或者花入菜，咱古时候就有了，而且很丰富。接下来我们要放第三种花了，玫瑰花。这个玫瑰花在哪儿呢？玫瑰花。现在我放的这个就是用玫瑰酿的酒，玫瑰露酒。哦，玫瑰露酒啊。对。我其实我们饭店用的最多。是吗？它算是一种调料，就是炒完菜的时候啊，哎，你把那个玫瑰露酒放一点在锅边上，哦，那个菜就会非常香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腌制肉类啊那些，你少加一点。哦，第一个可以去腥，哎，第二个也可以增香。哦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青豆炒一下，然后把这个勾芡好的这个汁汤汁放进去。啊，我们少放一些油，嗯，因为炸那个虾仁里面已经有很多油分了。对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青豆放进去炒一下。好，来，你看有水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然后青豆稍微炒熟了呢，我们就把虾仁放进去。先把火关小一点。先调好的这个料汁。嗯。哎，我们勾上芡的啊。大家可以看哈，这颜色更加鲜艳。对。啊，有黄的，有绿的，而且刚才王大厨说的时候呢，这个舌头不注意的舔了一下嘴唇。就是能感受到这个香味儿。已经很想吃一口了啊！然后我们这个道菜就做好了。嗯。哎，我们这道菜呢就做好了。打开我们的美丽的食盒，我们呢要把这个花宴摆出来哈。哎，咱们把每个都拿出来。很多人都认为鲜花是不能吃的，或者说呢，这个很少有人吃鲜花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鲜花跟菜搭配，二位是怎么认为的呢？好多人认为它不能吃呢，只是可能不太懂，不太了解。嗯，其实花大部分都能吃。哦，花都能吃。都能吃，只是每一种花的味道它不一样。嗯，有的可能进口比较苦，比较涩。嗯，啊，味道不一样，所以大家可能认为觉得不能吃。我呢，云南人，花最多。哎，所以呢，我做的菜。啊，花也有很多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就叫王大厨卖花，自卖自夸啊！就是说王大厨懂得多啊，花的种类都能吃，但是呢，为什么有很多人不吃？就是因为可能您烹调的方法不是很好，所以今天呢，哎，用我们小曼这种方式烹调呢，哎，可能就会摆出一道很好的花宴。那咱们接下来就拿几双筷子，咱们尝一尝。好，夹起一块，上面有几片这个菊花叶哈，包着试试。包子是很香，这个古人云啊，风花雪月，一边吃菜的时候，一边就感受到这个花的这个氛围非常美好，这个味道别有一番滋味。嗯，你看，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
荷花，嗯，其实我从来没有吃过，今天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我觉得还真不错。而且您知道这虾仁上它有这个很浓的这个玫瑰酒的香味儿，还有加上一些花瓣，就感觉嘴里非常的留香。菊花可以火，给孩子吃一些呀，嗯，给老人吃一些，都对身体挺好的。对啊，去火我觉得应该是，正好我这两天上火，多吃点。多吃一点哈，我要跟您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用新鲜原料精选鸡肉，泰德勒三鲜鸡精喊您回家吃饭，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，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。准备那个荷花，大小均匀的中层花瓣，面粉中加入鸡蛋、水，搅拌成面糊。荷花花瓣裹面糊，下油锅炸至金黄色。准备虾仁，加入盐腌制一会儿，挤压出虾仁中多余的水分，加入淀粉，将腌制好的虾仁放到油锅中，用玫瑰露酒加淀粉、菊花花瓣勾芡成汁。虾仁放到锅中翻炒一下，把调好的芡汁放到锅中勾芡，最后撒上准备好的菊花花瓣。这个菜啊，经常做，一年四季都能做。茉莉花是属于全国各地都有的一种花，这牛肉一不小心就容易炒老。我跟你说几个步骤，以后你就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咱们炒牛肉丝，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。咱们接下来就得问问王大厨了，因为王大厨呢，云南大厨，做云南菜颇有心得。对，来我们节目做过很多这个云南菜相关的，但是一般做的时候呢，都跟这个菌类有关哈。但是今天呢，想做这个花类，您有见解吗？花有很多的见解，这个菜啊经常做，哦，一年四季都能做，都能做。对，那您给我们做这道菜叫什么名呢？叫茉莉花炒牛肉丝。茉莉花是尤其是北方人最喜欢这茉莉花了哈，是吧？南方人喜欢茉莉花，这个茉莉花呢是属于全国各地都有的一种花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丽。咱们炒牛肉丝，看看这个味道怎么样，好不好？首先呢，您是给我们准备了一块牛肉，是吧？对。这个牛肉是牛的哪个位置？我们选用的是黄牛肉的牛里脊，它纹路比较复杂，明白？它这个肉就非常好吃。那您改刀吧，先把这个白色的部分，这个筋，一定要去掉。因为这个筋呢，它是特别老。就口感会差一点，对，嚼不动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筋去掉。小曼会经常做一些牛肉吗？做牛肉呢，顾虑比较多。平时在家做的时候，很容易把它炒老了，咬不动了就。这个咱得问王大厨，这个很多人做牛肉都会感觉这牛肉一不小心就容易炒老。对，所以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帮助我们吗？我跟你说几个步骤，以后你就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哦，真的。第一个，买牛肉呢，你一定要选料，一定要选好了。就是一定要买牛里脊，就是最嫩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你回来以后一定要把那个白色的筋一定要去掉，把筋膜要去掉。对。第三步呢，就是牛肉的切改刀。您看啊，现在咱们这个牛肉有这个纹路，一条一条的，我们不要顺刀切，要逆刀切，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嘛。对，没错。我们现在呢就说这个处理牛肉口感的问题，第四步啊，最后我们就是腌制，少放一点点盐，放一勺生粉，对，生粉、盐，还有鸡蛋清，就是让它口感更滑嫩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我们要腌制到个什么程度呢？10分钟至15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今天也提前切好了一份腌制好了的，这就是我们腌制好的。对，腌制好的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就开始准备这个茉莉花。茉莉花，对啊，我看您这是茉莉花花骨朵哈。茉莉花呢，我得给您讲一下。教您几招。那。这个呢是干的茉莉花，就是我们平时喝茶干的那个茉莉花。这个呢是不能炒菜的，不能炒菜，只能是喝茶。这个呢才能炒菜，它是鲜的，然后经过这个加工以后，它是已经成袋装的了。买回来了以后呢，洗个2-3遍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是不是又能泡茶又能炒菜？这个不能泡茶，就不能泡茶了，只能炒菜。这个呢只能泡茶不能炒菜。您尝尝啊，绝对非常有脆，而且呢有清香的味道，吃上去很有这个弹劲儿，比较脆，而且呢有茉莉花的有茉莉花香味的。对对对，您再尝尝这个泡茶的，
这个闻上去就有很香的这个茉莉花的香味儿哈。泡茶还行，不太搅得动，像棉花一样。哦，对吧？啊，这嚼上去以后，这口感不怎么样。所以大家做菜一定得选材，一定要选好了。嗯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，我们炒这个菜的时候啊，茉莉花和牛肉也有一个比例。嗯。您不能说是一半茉莉花，一半牛肉，哦，这样呢口感也不好，香味也不好。大概比例是什么？这个茉莉花和牛肉的比例呢，应该是4:1，就是，比如说4两牛肉，嗯，1两茉莉花，哦，就够了。好，我们大概呢配这么多牛肉丝，有一部分的这个茉莉花就够了。对，没错。嗯，嗯，炒之前呢，我要放一点点老抽，哦，上一点颜色。好。今天我们跟花有缘哈，而且呢小曼呢也是特别懂花，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得问问小曼，你说给女朋友就只能送玫瑰哈，还有别的说法吗？类似的像老三样，就是玫瑰、百合、康乃馨啊，现在比较多了，就是什么绣球呀、桔梗呀、嗯、就是雏菊呀，雏菊的花语也挺好的、啊、就是隐藏的爱啊，含蓄一点。假如说我给王大厨送花，应该送个什么花呢？花嘛，本身就代表美好。嗯，对，送给男士的话，建议选择一些颜色淡一点的。哦，咱们俩呢，哎，就别浪费这钱了啊！开玩笑，咱们就不送花，咱们做菜，来做菜可以，喝一点是吧？没错，这比较适合男性哈。好，行，那咱们边做边说，我把这锅给您热上了。炒牛肉呢？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点，这个肉会更香。油温上来以后，火不要太大。先下姜丝、嗯、这个生姜炒香了以后呢，就下牛肉，牛肉炒至这个您看所有的生牛肉都变熟了以后、哎、小火调味，来一勺鸡精，酱油，牛肉炒熟了以后就可以下这个香菜籽儿，下了香菜梗，然后茉莉花。嗯，小曼对这个菜很期待吗？对，非常期待。我也知道这茉莉将来可以入菜了。嗯，等着茉莉正开的时候呢，我可以采一些茉莉的花菇的来找王大厨。哎，是是，对对，茉莉花下锅以后啊，不要炒时间太长。哦，太长的话，它那个茉莉花就不好吃了，没口感了、嗯。最后再下这个彩椒。好、哦。茉莉花炒牛肉丝完成、嗯、先处理牛肉，选用牛里脊，背上那个筋去掉，逆纹切，盐、生粉、鸡蛋清腌制。茉莉花呢一定要用那种袋装的，水发的，热锅再下油，等油温上来了以后下牛肉，牛肉变颜色，少下一点点鸡精酱油，等牛肉炒到8分熟的时候，再下香菜梗、茉莉花瓣、彩椒丝，再炒至2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那咱们接下来呢就要尝一尝这个茉莉花炒牛肉了哈，流口水了。哎呀，先吃肉。嗯，好香。首先啊，有这个香菜的这香味儿，哎，然后又有这个茉莉花的香味儿，感觉这入口非常舒服。对，这个牛肉吧，比较筋道，对，带着花香，嗯，非常好。我觉得这个菜最大特点就是它非常下饭。我给大伙儿啊准备了几碗米饭，这是福临门稻花香的米饭。哎，这个米饭呢吃上去口感非常好，这么好的口感配上这么好口感的牛肉，搭配起来才更加的完美哈。绝配，配上米饭更好吃。您自己回家就可以做，回家可以做，特别简单。这里头呢，就是很轻易就能闻到这个茉莉花的这个香味儿，啊，就是感觉我们这个鲜花做料理，哎，非常容易就给它做出来了，就把它家常化了。小曼觉得怎么样？好吃，是吧？回家都可以做。我要跟您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用新鲜原料精选鸡肉，泰德勒三鲜鸡精喊您回家吃饭，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，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。冠名播出。我们这期节目非常有意思，跟花有关。二位之前呢也把他们这花送给我，但是今天呢我要借花献花，希望二位呢在以后这生活当中每天都有收到鲜花，每天都那么开心，也希望大伙呢每天都像花一样那么开心。哎，把花送给二位。那看来这个花我得回家做成菜了。哎，对啊，对，我们研究研究，下次再来，也别光都做成菜哈，先看看回去再说。